热门话题大追踪，韩庚挑战全球22席上太空资格。韩庚加盟变形金刚4的消息最近备受关注。除了演艺事业迈向好莱坞，韩庚还有一个自我极限的大挑战，那就是他参加了一个比赛，争夺全球22席普通人上太空的机会。挑战自己嘛，尤其像我们小的时候，就很多有一些太空的梦想啊，是啊，去对一些未知的东西很感兴趣。那尤其是去太空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。目前韩庚在这个比赛中的排名比较靠前，他透露自己即将飞往美国做专业的航空培训，进入前3，再飞到美国去一些航空的基地去做一些有关专业的培训。